巴黎奥运会正如火如荼，不如咱们办一个勤工奥运会，既能增进友谊，又能强身健体，如何？支持，皇上的啤酒肚都硌到臣妾了，确实该减减肥了。臣妾身子不适，就不参加了。好吧，臣弟报名平衡木。臣妾的身子好了，报名参加马术。医学奇迹啊！臣妾报名铁人三项。儿臣长得高，报名打篮球。三阿哥怕是长得比篮球馆都高了，还怎么打？是啊，还是臣妾报名打篮球吧。嬛嬛为何不报名田径？朕记得你梦游都是起跑的姿势。好吧，那就再报一个4×100米接力，谁和我一起？我起跑贼快。好家伙，都跑出了残影。臣弟也参加，我也能跑出残影。磕到了，碧根果的双向奔赴，还差一棒。臣妾来，不管天气多恶劣，我都能坚持。臣妾报名花滑，臣妾要告发安小鸟作弊，必须全靠箱子推。他真实武技是这样的。好了，自己人怎么对起来了？皇后娘娘不报名个高尔夫吗？毕竟随身携带球杆。我还以为是掏耳勺呢。编外人员可以报名吗？可以。我跳高很厉害。我作证，那么高的炕，舒太妃都能跳上跳下。臣妾还要报名仰卧起坐。那朕和嬛嬛参加双人仰卧起坐，嘿嘿。皇上还是算了吧，仰卧起坐连一个都做不起来。皇上将拽妃移出了群聊。